亲爱的天父，主啊，愿你再一次的打开向蒙古人传福音的门。主啊，最近随着最近的旅游业发展，当他们要去认识蒙古的文化的时候，能够来得知蒙古人过去也曾经信靠上帝，还有信靠神。主啊，求你求主圣灵，主啊，愿你再一次软化蒙古人的心，让他们渴慕真道，属灵的眼光要被再一次被神所打开。主，让他们愿意进借着基督悔改归回真神，进入那永恒光明的国度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，主啊，让内蒙的汉族人接受主耶稣基督的福音。愿你兴起汉族教会，愿意成为和平之子，向蒙古族人见证耶稣基督就是天地万物的创造主，展现神的爱与和平，活出福音相称的生活。主啊，也同样感动当地的政府，关注蒙古牧民因着矿业的发展所带来的影响。愿每一次的迁徙都可以成为牧民接触福音的机会。愿主祝福为数不多的蒙古族教会在正道上得喂养，凡事长进，连于基督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 Amen。亲爱的天父，主啊，求你保护和坚固以色列的信徒，使他们在信望尤其是爱里成熟并得着能力，使他们胆量用火热的爱心、真理、神迹和启示见证耶稣，兴起和你心意的牧人来牧养你的羊群，呼召以色列的代祷者在你面前站立，破口之处为你的百姓祷告，在耶稣里使男女和好，使信弥赛亚的姐妹们能够和弟兄们一起一同侍奉你和你的百姓，免于不合圣经的束缚，让信徒的犹太人、阿拉伯人和其他族裔的群体在你里面和好，如同一个新人般合一，丰富供应弥赛亚以色列人事工上属灵的物质上所需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 Amen， Amen。